美少女战士不转就没有灵魂了，而且我发现地方不够大，转不了，还打着我的柜子，还是别转了吧。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 换房子，我正准备换呢。这个地方水的质量又不行，空气也不行，还贼干吧？我决定换一个湖景房吧，河景房，湖不行，湖太小了，换个河景房，住在河边，小别野，小别野不行啊！小别野太大了，我不喜欢那么大的。这狗头鹰啥意思啊？哎，你跟我乌迪尔断线儿，我不断死你兄弟！你跟我乌迪尔断线儿，你还漏一个，你瞅你那个损色。 你干哈呢？你跟我玩呢是不是？咻！咻！咻！龟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毫不犹豫。龟的力量，回血。 打吧，我回血，我再回血，龟的力量，上来呀！我们勾引他一会儿啊！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。 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来了！鸡的力量，点烟的力量，队友的力量，你有队友吗你？啊？ 算了，回家了呀！哎，再推一波，回血，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排的力量。当我发现他炸完我以后，我没有多少血了，我发现事情不对，情况不太妙啊。 没蓝了。我们不会怜悯没有防备的对手。看看天赋，好的。我已经研究出来了，这乌迪尔啊，就得带着气定神闲。 你知道，要不然蓝肯定是不够用的。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。
是为弱者准备。鸡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鸡的力量。你看我吐的多疼。鸡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是明智的。鸡的力量，干哈呢？谁来了？随便来，我都让他剑圣来。你看他剑圣打不打得死我？他剑圣。我们的本能如同剃刀般锋利。我先吃个药啊。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跳蛋。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。他们的死亡只会增长我们的狂怒。乌迪尔天克剑圣啊，那剑圣跑不过我，我 BGM 哪去了？这把，哎呀，这把出不出布甲骸呢？你说，出布甲骸吧，韧性不够，韧性不够就减速减的我们时间就长。如果韧性够了呢，这个右度又不够，能不能出两双鞋？看来是不行。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吃药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点燃的力量，鸡的力量。好厉害的狗头人，你看见没有？没这点燃呢，都不一定能打得过他。毫不犹豫，你说这不出布点鞋？打个眼儿。不能否认你的本能，召唤师。熊的力量，鸡盘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。跳蛋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。右边有火蓝，打个蓝。这是 ADC 怎么跑这儿来了呢？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。熊的力量，漂亮！我吃口屎，兄弟们，剑圣马上活了啊！给我杀来！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给我枪毙了，没关系。加油，兄弟们！看你们的了。闪现一可以。这小黄毛是哪里的呀？是 ADC 吗？我们的本能如同剃刀般锋利。我们得赶紧过来啊，这又干起来了。
哎，打死了，可以接受。还说你像点人啊，我跟你说你不小好跑我上路来了，还现在又能有个蓝 buff 就好了。鸡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等一等啊，给你个嘴巴子，龟的力量，再给你个嘴巴子，鸡的力量，毫不犹豫，穿，鸡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点烟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怎么回事？这都能死？现在出一个什么皮孩是一个问题啊，现在出个什么皮孩这是一个问题，到底是水银孩来降低一下对面的减速，还是布甲孩来降低一下敌人的伤害？铁板孩吧，铁板孩吧，哦，好抠！我们的本能如同剃刀般划。我吃塔皮。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不理我是吧？不理我啊？敢不理我？我回血。鸡的力量。我给你个嘴巴子。鸡的力量。鸡的力量，你等一会儿，我有爆破的啊，你别着急，我有，等我有爆破的，我把你截在这里。你怎么的呀？龟的力量。来，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等你大招没的啊。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，龟的力量，操了，怎么有队友呢？个老鸟，个鸟人。今天这鸟人不死我死，我跟你们说这鸟人啊活不了明天，跟我冲，使个药来，
龟的力量，疾跑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走位的力量，点烟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给我杀！龟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啪！龟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敢野我！我看谁敢野我！我先回个血。剑圣呢？我出来，剑圣。来 ，Come on, baby， 回家了，出个板甲去。哎，好意。如果我们带了气定神闲，能老打架的话，就基本上就不用蓝 buff 了。算了，我打个红吧。来人了啊，谁呀？鸟人是吧？鸟人，鸟人多什么？鸟人醉拳，鸟人 come on， 鸟人打个蛤蟆。回来呀，小兵！这寒冰是辅助吧？啊，是辅助。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点烟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还敢去打你的近亲，小伙子！队友别干了，给我冲！龟的力量，疾跑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走位的力量，龟的力量。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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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靠，这火蓝打印这么疼，看来我们得要点魔抗了。出个自然之力。这火蓝打人好疼哦，来点魔抗吧。那就是我们的路。蓝 buff 不想要了是吧？给我吧。哇，他还能换一个，
你们两个刺客抓一个 ADC 还能让人换一个，而且人家还是出的这种血色之刃，兄弟，我是真是没想到。鸡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走位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走位，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打大龙了。中路放也可以，谁这么狂妄啊？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你说这玩意儿那风筝人多恶心。哎呦，开大了，开大了，开大了，给我弹了！熊的力，熊的力，这后边怎么来剑圣了呢？这剑圣哪里来的呀？希望对面不要打大龙啊！打大龙就不好办了啊！为什么往人堆里走？我不知道那有人啊，谁知道那里头有队友啊？我都没看见啊。没瞅着，我不知道剑圣搁这里，蓝刀搁这里。我要知道他俩搁这儿，我刚弹一下小黄毛，我就知道我弹错了。我先弹完以后，我把他接回来，接回来我把他顺走，你知道吗？来大，来小龙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小问题。这只是一波小小的小问题，不足为惧。熊的力量，鸡袍的力量。致命点人，熊的力量，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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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回血。这火蓝太烦人了，这火蓝，没事，我把火蓝杀了。漂亮，先杀这火蓝，再杀这狗头人，这边立功，兄弟们，一拖三。哎呀，没办法，他们家都百分比掉血。无论我们再怎么用，也只能这个样子了。下一件装备，我们出巨型九头蛇还是蟹手呢？出个蟹手吧，这把比较适合蟹手。谁死了？咱就打个蓝的。蓝 buff 呢？让谁打了？我操你猴子的！给剑圣打了是不是？剑圣，是不是让狗头人打了？就狗头人是吧？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。我给你个大嘴巴子，不跟你打了。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鸡的力量。退中。哎，这狗头人这减速太烦人了，我都走不动道。别弹了啊，这回别弹了，这回不弹了啊。好事，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回血。
哎呦，我 Q 闪，我回血。蓝刀锋没大吧？没大算了吧，没大。打个蓝 buff 去。打个蛤蟆。谁？龟的力量，跳蛋的力量，熊的力量。没人了呢？怎么？对面的 ADC 搁哪呢？给我出来，来。跟我俩对狙是不是？先把它拆了。我找到他，别着急啊！等我把那板甲给他整满。熊的力量，鸡盘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点烟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死了。这波没打过。他有个加血，没办法。给我收集者了，而且我们逼了他一个加血，还行吧，就是可以接受。我就想着蜘蛛杀了剑圣不随便杀吗？我需要一个红 buff， 兄弟们，没有红的无敌人啊。你大爷的，这么多人中几个人，我看看啊，呀，小龙没了。能追不？差不多呀。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，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。哎呦，我太疼了，这全是百分比掉血呀。我们必须得先把这火蓝给他杀了，你知道吧？下回先把这火蓝给他杀了，杀完火蓝再杀个剑圣，对面三个收集者，我操！哎呀天，三个收集者，这火人不杀，那百分比掉血没个打。完了，大龙是不是又丢了？大龙是不是又没了？大龙，啊，没丢，问题不大。那我们大龙啊，中，熊的力量，你看火蓝，这火蓝。走位，该给了。
还行啊，我们的基地不会爆炸，问题并不是很大。打条大龙嘛，我估计他们应该是去大龙去了。我这也打不过呀，我去骚扰一波，我也打不过他们呀。我这玩意儿呢，现在吧，只能挨揍。看看啊，看看有没有谁没回家，把眼儿排了。剑圣很放肆啊，剑圣，熊的力量，这不能打了，等一下打吧，拖一下他们家大龙 buff， 或者是我们阴一手也是可以的。哎，来阴一手，阴一手。来来来来来，阴一波，阴一波，你别去呀，你去了人家不知道了吗？我们的狂怒仍在继续。少个人撤吧，那对面知道了，你就没法阴人了。来这里，来，下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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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鸟人，怎么全是眼儿啊？这漂亮，狗头人死了，我们就无敌了，给我冲，兄弟们！我们不会怜悯没有防备的对手。这火蓝是盯上我了，火蓝是不是火蓝？这一招回去我们找着鸟人呢，小小鸟人还在这里拆上了。鸟人鸡跑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给我追他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今天不给他追死指定是不行了。人呢？太他妈能跑了的，进去，队友死没了。不行，我追不上他，撵不上他。